myself that I'm still with you. I used to do my damn thing, waking up in and out of strangers' bed. But now I know I'm the one who always been with you. In and out without a menu, in and out we gotta do. Oh baby. Hello, 大家，我现在呢就真的超级超级兴奋，就很期待。因为呢，我就在刚刚我就收到了这个包裹，新电脑。对，这个旧电脑呢，已经用了很多年了，大概从我小学就用到现在，应该大概有十年了吧。然后都没有换过新电脑。最近这个电脑确实有一点有时很 lag， 然后那个 battery 也掉很快啊，所以就买了一个新电脑，就真的很兴奋，因为十年没有换过电脑，然后现在终于有新的电脑可以用了，就哇！我买的是 MacBook Air， 然后是 M2 的，哇哦！哇，大家，这是那个电脑，哇，哇，哇，好重啊，就蛮重啊，这样子。天哪！大家 ，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对，哇，还没有，对，哇哇哇哇 ，Oh my god！ 哇哇哇哇哇，大家，这个是那个电脑，哇哇，大家 ，Oh my god！我的天哪，我感觉我开相机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那个兴奋程度，就 Oh my god， 哦、oh, ，Hello， 撕掉了就是这样子了，哇，我的天，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就是有点金色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又不会很黄的那种。看照片我以为它是会很黄的颜色，可是还好。就这个颜色还蛮美的哎，就蛮有高级感的这个颜色。它不会很重哎，我感觉比我那个旧的电脑还要轻，因为我每次带电脑去学校，我的书包就会变得很重很重。可能这个就比较轻一点点。这是应该是充电线啊，它是用这个来充那个电脑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还有送一个 sticker， 这些应该就是说明书还是什么吧。还有这两个，这个应该也是 for 充电的啦。To use English as the main language, press the return key。吓死我！突然间有声音讲话，我还以为是相机。呀，我明天有一个 presentation， 然后就刚好可以用这个电脑来 present。你用起来也会觉得很开心的感觉。可能这是一个，因为可能这个是因为新电脑的关系吧。大家就是这样子哦。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，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，跟着我走，双脚踩在沙滩上迎接感动。早安大家，就现在大概是8:30左右，然后今天差不多7:30这样子醒过后呢，我就来化点妆，因为今天有 presentation， 所以就是要比较好看一点啦。好的，把它拍开。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 present 啊，其实我昨天不是很紧张，我感觉如果越来越接近那个时间的话，就会更紧张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紧张啊，就一直头脑一直在想着，就是等一下要讲什么。其实这个 sem 大部分的那个 unit 都是要 present 的，就 business law 是第一个 present 的，就。啊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好了，大家粉底上好了，然后就到眉毛。现在已经12月了，就时间过得好快呀、啊，就突然觉得，
2022年就要过啊，就是有些东西发生了呀，这些东西很重要，它竟然在一年里面就这样过啊，就如果只是看单发生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感觉好像只过了几个月而已，但是没想到一年就真的很快过啊，就加油大家呀yeah, 好，我应该是要一边画然后一边跟大家聊，可是 我发现我画的时候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分心啊，我是一个蛮难一心二用的人啊。我每次画眉毛的时候或者画眼影的时候，就是很怕好像两边有点不对称，一边很浓可能一边很淡这样子。眼影就只剩口红啦，就好，快点，因为我感觉我可能要迟到了。用这个叠涂，因为这个是那种比较油光的唇釉啊，就看起来比较更好看一点。然后这是我跟小红书一个博主学的，就是你要拿两个手指这样子，哦，然后抹上去，然后这里也是哦，这样子就会变到一个比较好看的。但是这个只是给这种油光的那个唇釉啦。呀，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9点了，10点跟朋友 meet 在学校，然后我们要一起练习那个 presentation。呀，今天是 group presentation， 所以就要一起练习。那个 presentation 是3点开始，呀 ，law class 是3点，但是我12点到2点还有一个 econ tutorial 啦。超级赛车。最好的那个位置有 parking， 可能是因为现在10点的关系吧。现在大概10点07分，就跟朋友约10点，有点迟到了，所以要赶快赶去那个地方。Maximize 因为 Maximize 在 QOP 那边。哦，因为他没有一完完全全讲，他会拿到另外一个100来 reach 的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上完课，然后现在准备 presentation， 现在是2点半，还有大概半个小时，加油！现在在学校一个地方，然后就自己在一个房间，然后练习一下这个等一下的 presentation。对，就加油！Marlboro. Okay.
变厉害了，因为就是像我很紧张，一点点紧张，我相信我两会就紧张，反正就加油加油加油，到。去上书包，然后去吃饭。好，吃饭。这一次干饭，开心。不懂。你好，要加油。晚上的 Monash， 你晚上睡好。怎么这样睡？Hello， 大家，我呢回到家啦，但是现在已经蛮迟了，就接近11点了。大学有很多 assessment 要赶，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看啊那些，所以通常我上完课，我都会跟朋友一起吃晚餐，然后吃完晚餐我们就会一起读书这样子啦。其实今天就大概是我日常的那个 uni 的生活啊，今天的 presentation 就希望。一切 OK 吧，一切好像还蛮 smooth 的，就不会好像卡一个地方卡了一直很久很久，而且这样子好像没有，以为我可能讲的时候我会很紧张，但是好像还好，就没有特别紧张，有一点点紧张啊，但是还好，不是整个 feel 到心整个跑跳的那种。这个影片可能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希望大家今天过得好，就拜拜，下次见。